今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中国武术大师邹树声老师表演的六合八法。左老师也是数一数二的名教练，目前受聘为新加坡国家队的教练。他擅长南拳、长拳、太极拳、其他拳类和器械，他也专长六合八法与鹰爪翻子门。六合八法属于内功心力拳类，全称是心力六合八法三盘十二式。他强调心力与形体具有内养心性、外练体能的功能。全分是